走，我们出去玩喽。好嘞。哎，停！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去啊？你看你一个一个的帽子都不戴，在外边这么热的太阳，你不戴帽子呀？也没有帽子呀，怎么没帽子呀？我昨天不刚给你买了帽子吗？你看，哇，好几款颜色呢。我有黄色的。有黄色的，给妹妹拿着。还有蓝色的和粉色的。我粉色。姐最喜欢粉色的，拿着。哇，给爸爸一个吧，送给爸爸一个帽子。哎呀，我的天呀！啊，这是小孩的呀，但是你爸爸没帽子，借给他戴一戴吧。这样出去的时候，外边大大的太阳就不晒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蓝的给我，一共有四款颜色，深蓝色、浅蓝色，还有黄色，还有粉色，喜欢哪一个可以点击下边去拍哪一个，好看吧？走，出发喽！走，出去玩喽！